不好看？好看。今天给妈妈做什么？看我。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呢？今天做酸辣粉。做酸辣粉？对啊，我家卖粉条的，我喜欢吃酸辣粉。用咱家的粉条做酸辣粉？对呀、啊，咱家的粉条还可以做酸辣粉。那很好啊，什么都可以做，炖鱼啊，炖肉啊，炖白菜炖肉啊，都可以做。你看，我要不要吃？完了，就是我打开了一袋，我想吃了再掉地下来的是。等一下洗一下吧。他说这个得洗了。你看，激动的我有粉条吃了，我激动的都掉地下了。如果没掉地下的话，可以不用洗。对对对，这个可以洗了。有些朋友想问你的洗，姐，这个粉条啊，能做很多种菜，大家就想吃什么都可以放一点。嗯，对，可以这样吃。酸辣粉也可以做。对对对，酸辣粉可以做。哎，那挺好。我等一下做一点，教朋友们怎么做。买回家就有很多朋友买到了咱家粉条，都说不知道该怎么吃。就只吃啊。不知道怎么做啊？不知道怎么做。嗯、说的怎么吃就是怎么做的意思。嗯对对对，好做，很好做。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做酸辣粉啊。对，还有朋友说，哎呀，你家的粉条能不能做酸辣粉？能呀。我说等小魏回来给大家出个教程。对对，我教大家怎么做啊。等一下洗一下。好的，这烧的是泡好吗？嗯，先泡，需要泡一下是吧？啊对，先不需要煮吗？煮一下行，泡一下行。一着急吃的就肯定煮一下，找滚软就可以了。还是煮一下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来吧。现在回来的这些东西啊，那你买鱼呀。你想吃鱼了。啊，在厨房里面。厨房里。这是准备干啥呀？做酸辣粉，给朋友们更新一条视频。有的朋友说不会吃，不知道买了粉条，买了我们家粉条怎么做？粉条。好的，什么粉条？纯地瓜粉。红薯粉条。红薯粉条。红薯粉条。对。对。你最喜欢吃粉条是不是、啊？妈妈在叫你来。先把粉条煮一下吧，啊，对，要把粉条煮一下，煮一下再放上自己喜欢的配料就可以了，辣椒啊、水什么都可以，你想吃什么就放什么。这个粉条刚才掉在地下，我再洗一下。有些朋友说会不会要不要洗？其实这个粉条不用洗，干净的。人家做的时候就很好，干净了。我这个粉条是我掉在地下了，洗一下。当然，等一下小飞不爱喂，就不爱干净了。这样凉水下锅也可以，不用烧开水，直接放下去煮，煮一下。你为什么打我？你为什么打我主人？拿刀砍你！你你这不是胡说八道！你看妈妈拿刀了，你得干掉我女儿不？你怎么打我了的呀？是妈妈打我？爸爸打过你吗？你看妈妈拿刀了，砍爸爸行吗？砍他行吗？我砍你爸爸，你爸爸不来打我女儿，是吗？哎呀，不巧了！不看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不是爸爸打你了吗？你看还不叫砍的是吧？爸爸打了没有？没有，那还是你说不能说谎、啊，不要说谎好不好？不打不砍爸爸，跟你开玩笑呢。这香的很呀。看了吧？好了，你看。哇塞。嗯。晶莹剔透。嗯。你看我们家粉条，煮了，看晶莹剔透。十分钟就可以。而且还筋道爽滑。煮之后说做酸辣粉就是这样煮软，煮熟，煮到你看到行了就可以了。关火可以焖一下，焖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还要焖一下？焖一下就可以。
如果喜欢吃那个凉的就过一下水，不喜欢吃凉的、哦、过一下水，就冬天就太冷了，不能吃凉的呀。哦，是不是就吃热的？对、嗯、哦，如果想吃凉的话可以过一下水。对对对对，嗯，你看就是煮一下就泡一小回就好了。你看金豆筋道爽滑。对，现在有很多朋友问咱家的粉条是不是纯红薯粉条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100%红薯粉条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你们现在吃过我们家的还要说新买的，这朋友不用担心，这个粉条是真的是好吃。有你们看一下，我们去年卖的今年又开始了，是不是好多都是回头的买的？你看嗯多好，就是做凉拌的。这我这个冬天我们这太冷了，不能做那个啥，不能凉了。你看放点辣椒，自己想吃什么就放一点。哇，都放上，你看。你放的人对对，我再弄点烧点热油，放点酱油，再放的这个醋是重，喜欢吃醋就多放一点，蚝油，就是你喜欢吃什么菜那个，嗯，再放一点香油，嗯，再放点花椒油，是麻油，麻油，我喜欢吃麻，知道吧？放辣椒油，啊，又是青辣椒，又是红辣椒。还有蒜末、姜末、姜，还有这个青红辣椒。哇，闻到都香得很了。哇，我都淌口水了，我都流口水了，闻一闻。看我姐姐朋友们。这是地瓜粉条、土豆粉条，有很多种。你再说说，刚才说的什么？得放点盐，没不鲜不行。嗯对。哇哇好香啊，你看再不搅拌搅拌。大大不可能吃的。啊，小小不敢吃。这个是红薯粉条。哟，红薯粉条。红薯粉条。我想吃、啊、嗯我想吃、啊、你吃辣有点辣，你吃吧，很辣，不能给你，不要吃了，奶奶那帮煮的用那个，我这又不辣的，又不辣的，奶奶那你不辣的，太热，吹一吹，想吃了太好吃了，你看，你看滚你馋呢，你看，这个太热了。你在外面要吃一份酸辣粉得多少钱？你看自己做，十几块钱。对，买了粉条自己做。这一斤都做很多的，我这一盆，有没有二三斤？滚你馋呢，嗯，辣不辣？不辣。南方的朋友可以过下凉水，凉水就可以了。嗯，这在我们这冬天不行，太冷。太香了，就是太热了。啊？我馋了。你馋了。你不能吃太辣了。
哇，哇，太好吃了，筋都上了啊！想吃的赶快去下单，真好软粉条好吃啊！纯手工制作，纯手工，纯那个地瓜粉条啊！想吃的朋友们可以下单试一下啊！妈妈。